到呢度參加呢、這、一個粵劇嘅23屆世界華人粵劇文化節嘅慶功宴暨南海美食推廣。咁我喺呢度代表加拿大南海同鄉聯誼會同埋南海區政府嘅代表咧，好歡迎大家嚟到呢度支持同捧場。咁啊，過去嗰兩日咧就已經做咗3場粵劇，其中一場咧就是英語嘅粵劇，咁啊得好吸到好多大眾嘅支持，因為好新鮮感。咁啊～我哋嘅嶺南文化咧，得以喺海外傳播同埋發揚光大咧，都要靠大家嘅努力，靠大家嘅支持。咁啊，我啊簡短啲啦。咁啊，多謝各位 ，thank you。尊敬的薛家平市长、各位议员、杨女士、女士们。先生们、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好，下面欢迎万锦市市长薛家平先生，有我哋支持。Well, thank you very much, Gary. 雷侯妈，你好，大家好。And welcome to the Markham Nanhai Food Festival. 向大家介绍一道咧，原味叉烧喺我哋嗰个拼盘中间咧。拼盤中間嗰個叉燒咧，就係我哋南海嘅原味叉燒。呢個叉燒之所以有特別咧，通常我哋食到嘅叉燒咧都係甜嘅。今晚呢個叉燒係原味嘅，因為咧冇放蜜糖落去嘅，所以咧就會覺得咧有啲鹹香鹹鮮嘅感覺。
无论不不喜欢笑被咬，就算不不喜欢笑被咬。十幾隻龍蝦喺度啊！唔係粉絲嚟嘅咋，我都睇到啦。好大件事啊！Good day and wonderful evening with all of you. Again, thanks for coming.